缅甸台风擦身而过，西南气流却为中南部带来了大雨，而苗栗午后的大雷雨呢，让各地积水严重，车辆浸泡在水中，险象环生。高雄迄今一名冲浪客遭到大海浪冲走，随着洋流漂离了300公尺，男子抱紧冲浪板，终于被海巡人员救起。新北市国小竟传有厂商争夺学生订阅周刊，不惜大打出手，还一路打进了校园，家长学生是四处逃窜。另外，曾雅妮超越了老虎伍兹，终是独家专访。详细新闻7点见。